台南警方日前巡逻，发现了一部自扫客车涉嫌违停，盘查过程闻到了车内散发有毒品的气味，但是驾驶跟女乘客都矢口否认，车内也没有发现毒品。不过由于女乘客的手部疑似有不明粉末，而一采检果然是验出了三级毒品 K 他命的阳性反应，也当场被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侦办。